水母说电影内涵你会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魔幻短片《魔力蕾丝店》。故事开始，一位老太太试图从一间诡异的公寓里逃出来，她用布条绑成绳子跨过窗口，试图通过绳子到达地面。临走前不忘对沙发挑衅着，但是年迈的她脚下一滑，失手就掉了下去，好在绳子勾住了她的脚。但下一秒绳子突然发力，瞬间把她拉回了公寓。画面一转，女主小丽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，她为了男友只身来到这座城市，不料男友另结新欢，她急需找个租金便宜的房子，恰好这间房间的主人要环球旅行，所以低价出租。看着古声古色的房子，小丽毫不犹豫地签了字。就这样，搬进新家的小丽开始了大扫除，她重新粉刷了墙壁，镜子擦干净，扔掉陈旧的装饰品和无数的蕾丝点，摆上新鲜的水果。等到一切都收拾好后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不一会儿粉刷好的墙壁突然恢复了原样，镜子又脏了，而扔掉的物件也回归原位，就连新鲜的水果也瞬间腐烂。于是小丽又重新整理，如此反复几次，一切照旧。她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于是一气之下用小刀划开墙壁，里面居然有无数层壁纸。一番折腾下来，小丽选择妥协，她疲惫地在沙发上睡去。在被一阵莫名的音乐吵醒后，他发现镜中的自己居然苍老了很多，他突然有些后怕，立马找到楼管要求退房。楼管却说合同上明确规定必须找到新住户才能离开。崩溃的小丽来到医院，她向医生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但医生却认为她精神有问题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小丽拿出身份证，却发现上面的信息都消失了，周边还布满了蕾丝。小丽越来越害怕，她不想再回公寓了，他找了一个离公寓很远的宾馆住了一夜。一觉醒来，小丽更绝望了，此刻的她变得更加苍老，甚至连牙齿都会自然脱落。她又找到了楼管，楼管告诉她，除非找到新的住客，否则你永远都不能解脱，并且你越想逃老得越快。善良的小丽不想害人，她想烧了这间公寓，但突然被一块布噎住，幸亏楼管及时赶到，拿出了她嘴里莫名多出来的蕾丝。楼管也告诉了他这间公寓的秘密，很久以前有个官员因为利益使尽手段想拆掉公寓，从此这个公寓就受到了莫名的诅咒。他不喜欢孤独，所以要一直有人来陪着他。楼管劝他趁还有时间和自己的朋友道个别吧。心灰意冷的小丽找到了前男友，前男友并没有认出他，反而和新的女友你侬我侬。这下小丽彻底绝望了，她回到公寓想静静地等待死亡，没想到公寓开始主动示好，他为小丽送上了点心和咖啡，小丽一气之下全倒了。慢慢的，小丽越来越老，连自己的皮肤都能轻易扯开，她的手臂竟被毛线所侵蚀。她不想就此消失，于是她听取了楼管的意见，把公寓租了出去。没几天，新的租客来了，来的人正是她的前男友和新欢。就在要签字的瞬间，小丽疯了般赶走了他们，她告诉楼管让他锁上门，永远别再让人进来了。故事的最后，他慢慢地走到窗前，感受着这个冬天最后的微风，仿佛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慢慢与沙发融为一体，最终变成了一块新的蕾丝垫。影片也到此结束。好了，小飞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魔力蕾丝垫》。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